本台消息，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5日签署第八号主席令。第八号主席令说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次会议于2023年7月25日的决定，一、免去秦刚兼任的外交部部长职务，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；二、免去易纲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职务，任命潘功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。